密集。你们啊，你们啊。啊？在这世间行走，身份多一点才便利。周五、周二，猪能不能来打击我？嗯。后面叫好卡，不必心急。心机，别喊疼。嗯，我去拿冰淇淋吃好了。哎，别担心，你没有退路了。看你了，哎，就是喜欢很冷的天吃冰淇淋啊。我这里几度啊？这里39度哎！你前39度是已经化了吧？哦，华氏族，受人之托，做中人之事。我房子里面是67度哎。哦，你前60度你不会直接烤化了？没有啊，菲润海呀，又不，那个。摄氏度是多少度啊？我不了解。要跟我赌吗？我也是。我只能说，我真的不会看摄氏度，好吗？后会有期。上百度很尴尬。我们这里还在下雪呢。Oh my god！ 这个风力主爆这东西，我今天学校巴士没有来。然后导致我们只能站在那个街上的那个巴士，然后在那边站了20分钟，那个风真的太离谱了，直接把人给吹没了，好吧，我的太他妈离谱了，冷死了。幸好我每天都有穿外套出门。
急动射控，好吧，把自己包围的严严实实的。你是懂的。呀。只能说我太懂了。是、啊。冷冰冰的天，吃的吃那个 coffee break ice cream。呀、yeah, 挺好吃的。随我左右即可。取材有方。不必心急。收，记住你了。宝箱也能引蛇出洞。取材有方。
先生。捉到眼神如何呢？哎散落的财物无声的线索。准备就绪。不必行走。无处遁逃。看破哦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微光无色，无念，断绝。不过须臾之梦。是殿堂，好奇心值得嘉奖哦。无处遁逃。走到前方台阶的上方。
站在台阶上方这里，然后朝东方向可以给我个抬头看，然后抬头这边可以看到上边还有一部分空间，那这一边是一个隐藏的锚点，那这边我们抬头朝上看，成功了，勾过来，勾过来之后再抬头朝东北方向，勾到顶上之后，这里我们来切入一个草系角色，切一下。我真的是无语死了。取材有方。不必心急。收下吧。宝箱也能引蛇出洞。收下吧，与我无用。这边一堆火把，这边可以看到遗迹重击身后呢有一个镇守的宝箱，这边需要我们把这个遗迹重击打掉。这边先把仙人送走，好的，来激活遗迹重击，拒收必去。来清一下怪。好的，这一边打掉遗迹重击之后，来开启一下这身后的这个宝箱。宝箱开。
伸手。收，攻城，收工。箭如雨下，偷偷伯爵，撤，记住你，微光无色。此即智慧之殿堂。宝箱也能引蛇出洞。别紧张。宝箱也能引蛇出洞。散落的财物，无声的线索。散落的财物，无声的线索。想想，按之前的计划，我们还需要买什么？哦，好香的味道，是寿米香香，我们买一点吧。那现在加上，这不是旅行者和派蒙吗？我们居然会在这里碰到。哎、我搞宝箱竟然进团任务了，我吐了。你们好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居然又是你们两个人的组合。姑马一家也还会招呼。这几天他接了我家的工作。我就让他直接在家里住下了，父亲和母亲都很开心。他们太夸张了，我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多待两三天也没事。你知道我安静不下来，小姐。真佩服你，听到拿手菜三个字呀。啊，对了，之前还有好多地方我不好意思，这次还你都拖了多久了？抱歉，抱歉。好吧，知道了。这次从你到我们家看，是不是你遇到没有了？那你能保证吗？但如果真有，是不是被？我本来觉得佣兵圈子里的事，小姐你没，那是个弱肉强食区里。可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不了解你。小姐，好吧，
就在这里吧，尽量不要引人注目。镀金旅团人数众多，我的团名叫赤光猎兽，规模不大，但团里接纳的都是有血性、强硬，但还有另一种旅团。我神王，对镀金旅团的人来说，又是神又……没错，我听哦，是神王之仪。本来平时我须就是胡须了，但重点在……哎，我有点理解你的难言之隐了。不过细节我还是不描述了，小姐。这么多？嗯。受害者不止，这已经敌我不我不知道神王之一内部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，但近几年他们越来越猖獗。如果我再坐视不管的话，我现在的团还有阿如村的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被选为目标。哎，那家伙这几年到底在想什么？你的父亲原来是这么可怕的人吗？人都是会变的。以前的他在我印象里虽然没什么出息，但做事还有底线。这评价好像也不高啊。不然我怎么会离开阿赫马尔之墟，和他一刀两断呢？他大大咧咧的，特别吵闹，性子也很随便。成天不干正事不说，总是酗酒，还很好色。团员们也会跟他一起折腾，经常一闹就是一整晚。哇。就像噩梦一样。那你的母亲呢？没有阻止他们吗？很遗憾，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谁。啊，对不起，迪西亚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了，小姐，很多佣兵都这样。我靠，我电脑是中病毒了。我不是说我父亲很好色吗？我就是这么生下来。他说他也搞不清楚我母亲是谁。母亲他。哎，为什么我 Chrome 被截起了？你从来没有来看过我的那个浏览器里面。他虽然总说很多广告，只要有爸爸在就够了，但基本上有事他都丢给团员。不会吧？只给我讲讲故事。关键是他的品味又很差劲，会的故事没几个，还都是老掉牙过时的那种。沙城的勇者战胜了林中的巨龙，佣兵克服万难，终于救出了叛军手中的公主什么的，都是很标准的童话呀。嗯。听一两次可能还比较新鲜，十几二十次之后怎么都腻了。但他完全不觉得腻，反而越来越投入，还把团里的兄弟们叫来一起表演，给我准备的玩具也全都是故事里的道具，盔甲、盾牌、玩具剑什么的。后来我才有点明白，根本不是讲给我听，是他自己喜欢这么玩。哇，这个人好奇怪。哎呀，我电脑突然搞得好卡，怎么回事啊？长大了之后，掳掠、为他，还有他们不会以为不让我看见。我就永远不知道吧。我好像能明白你的心情，现实让你感受到了落差。不过没关系了，小姐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和他大吵一架之后就离开了，再也没回去过。这次我要介入调查，也不是对他有什么多余的感情，只是想保护我身边的人。是的，我的兄弟们正在收集各路情报，
绝大多数的报告都是暴力事件。此外，买弹窗广告病毒吧，我是把装什么 extension 啊，都关掉。但这肯定会很危险吧？什么 header editor？ 但佣兵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和危险博弈。啊、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。嗯、这对关心你的人来说，我米奇很重的负担呢、啊。所以说才没打算告诉你啊，小姐。怎么办？两个人的想法都有道理。Temper Monkey 不是 Temper Monkey 的问题吧 ？AHA Google Docs Offline 应该不是那个。他很厉害的，迪纳泽代。这，那我在城里等你们的，谢谢你，小姐。应该是谈能这么，那走吧。别关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什么 Alien Elwood， 啊不对 ，Alien， 他，哎呀，我的英文受不了。没有没有，不是 virus， 应该是我自己搞的东西，然后可能有点问题，所以。我不好评价。因为我平时装太多这个。散落的财物，无声的线索。罗米切。心机，取材有方。哎、啊，算了，我今天不想打排位了，我撤。我要窝在床上。排位啊排位。没有，我是说，我不打个猪，我今天不打猪的屠户号了，我周四再打了。哎，我要开始了，你要打吗？我说等一会儿再打。我最后两个宝箱，然后刚刚那啥，然后就又进了个什么纳西达的传说任务。Oh my god！ 我他妈刚刚弄完那个什么迪娜那什么？皮纳尼？不是那个沙漠的那个女的叫什么？迪西亚。哦。我的发，我也没看到啊。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游戏的问题？哎，你们看，他就坐在那里，已经被魔物包围。先把他救下来再说。不，哎，我不想弄了，我他妈。掉个点。你很疼，暴雨看破，慢点吧。眼术无痕，他果然和艾乐，不过幸好。明天见，艾莎老师。我米奇，我这是。为什么又会梦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啊？还是没有开花，是和梦的内容有关吧？不好意思，先从他说起吧。哎呀，这盆植物，就是我方才提到的艾莎老师，临走前送给我的。他是我父母的好朋友，也算是我的启蒙导师，是一位了不起的生论派学者。除了有卓越的哦，是的。我拽着他不让他走，我不知道什么事。后来他也抱着我哭，我们哭了好，他还是走了。但调查深渊的目的，
尸体更多的在之前的冒险中，他得向着星辰与深渊，不只是一句口号啊。他把种子留在了信里，他说，可是很奇怪，无论怎么浇水和施肥，就算我去问申论派的，能让我仔细看看这？当然没问题，我看看这个。那西达居然会他好像有点不舒服，我们去取救来。智慧之神最不缺的就是最缺的就是智慧。到底怎么了呢？不是，我一想他种下的并非学界熟知的任何一种植物，从他表现出的特征看这也就是说，他根据我的观察，面对残酷，我知道他必须面对这。但这不就是把责任？没关系啦，人事都好，那我们回去告诉他这。我捡个宝箱，怎么这个传送任务把我宝箱给顶了？走过来，不能开火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的意思是？但他是善意的，如果怎么都要面对残酷的离别，他也希望能稍微晚一点。对呀，我猜。我明白了，明明梦那么美好，我真的以为他回来了。这场梦是所以在调查。抱歉，我不然就连最后的纪念也没有了。谢谢你们，看来他总算是就像是及时。因为人是会共情的嘛。共情？对了，你刚是的，他们能够在梦境比起解释为思念的力量，我不得不往糟糕的方向想。对呀，这是我们需要继续调查的点。总之，我们再回一趟品梦一刻吧。我有种不太好的。不应该吧？这地方，我要是没拿的话，应该会刷新的呀。卡住了。果然就是卡宝箱。无处遁逃，全都看见了，来我家做客吧。我们打个史莱姆，看看他。取材有方。紧急！散落的财物，无声的线索。吃到草的地方，我就不下去。
宝箱也能引蛇出洞。无声的线索。奥秘奇台，我上线吗 ？OK， 行，我上线。啊？我也来，我也来。无声的线索。Yes。 哦，换个号。哎呀，把你说，好，马上联系你。奥米奇 ，low battery， 我换手机打。这第一杯水一直掉了，我操！欧米茄的宝箱什么东西啊？只能看得到，拿不到是吧？啊塞，那这宝箱真厉害！只能看得见，我就是拿不到，我真怒不于死了。啊，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到呀？哦 ，what？这儿呢，取材有方。取材有方。哎，我切号，我想要切去另一个号，好像没切过去。嗯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顶了你的号。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反正。你想我了是吗？想我了？肯定想，肯定想。你看，不像某些笨蛋芒果。拉我，拉我。哪个叫什么？欢迎哈。叫 Chris， 你社会哥。OK。你确定没有说法了吧？是没有说法。真的吗？那我邀错人了吧？等一下，是吧？是这个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就这个。欧米奇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是房主。等一下，你哪里开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久没……等一下，猪在哪？哦，这只面包不对，等一下，你把它给芒果吧，你给芒果。OK， 这在哪个是芒果？这个是吗？等一下，我差点把它踢了，你知道吗？放心，没踢。这应该就是狗盲了吧？
对呀、啊，能把猪踢了呀，太 gay 了吧！好。太多东西了吗？好难啊！猪，我跟你说，我好难，非常难过。怎么了？我现在在读工程嘛，然后我们有个挺重要的 project 要做，这是我们第五个第四个 project， 然后正常就是他是上头分配的组嘛，然后一般是四个人到五个人一组，然后他本来做的量就很多，所以五个人一组的那些比较爽，然后我们组本来就只有四个人，然后也算了，然后哪知道有个人总是不来。就搞我们就变成了三个人了，真的，就他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借口，又说不来。嗯，我们一般一节那个 design 的课或者 lab， 我们都是三个小时的嘛，他已经没有来四个了，好受不了。是的，心肌梗塞，好吧。非常的痛苦。哦，猪，我可以演起来吗？你介意掉分吗？没关系。哦，真的吗？太棒了，可以。我会好好的演的。你要打前锋吗 ？Oh no！ 我拒绝，我还没试过王，还没有试过王。打前锋是一个非常离谱的操作啊！所以这年头机械师还能活吗？可以，我觉得现在机械师很好打耶。哦，真的吗？可以。Oh no！ 等一下，这些天赋都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不要点哪个？救救我！应该是这个吗？啊，应该是这个。好的，如果我倒了，就是芒果的错误。对。嗯，困死我了，我创。嗯，我今天我把我三个闹钟都睡过了。我两点多才起床，这个我天哪！你是要起床去上课没有起吗？还是我今天早上有一节课它取消了，然后只有一节。我在楼梯上。天啊！救救我！有心跳。哎，等下帮帮吗？不对啊，等下什么？是杰克。哇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哎，插眼杰克。我太可怕了。OK。那是我啊，丢出来了，我去大房。我靠，我好像有点走不动路。挂念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好的，我可以休息了，有个快乐地下室。啊，这快乐地下室也太可怕了吧！是的，呜呼！我希望我不被插出来呢。Oh no！
我撤，这解晕的这么快吗？总有人想寻仙问道呢，仙人不是到处都是吗？还是抓你，还是抓你。我去，我去圣诞。Actually， 我应该过不去了。他在帮你吸。是的，我在疯狂拉点中。来补一下那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月亮门废墟版还是什么？那、no, 你修吧，那个芒果也就。OK， 芒果要走。哦吼，娃娃那边快开了，补的那个。非常快乐，我要开了。我还要切去哪吗？还是直接贴门算了？那去修一会儿。哦，可以，那我放去贴。贴好了，可以，非常强大。我是不是应该去保一下？我去保一下吧。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差不多五十七。地窖在圣诞树。啊，芒果，我回来，你去哪了，芒果？等等，我要去芒果在，然后往小角落爬。不是我，还是吹芒果去了。等等，可以扛一下，我靠！来，你可以。我压好了，好了，你是的，哦，没事，那个，对对对，那我先跑了。啊？哦。啊？我要欧米鞋，你是懂的，贴脸救吧。看。我去。门再点，门再点，第二门再点。欧米鞋在杀我。这世上没有纯粹的自由。就 so 尴尬，我都被你尴尬死了。第二门应该快开好了，他应该挂完才会传吧？我觉得，对吧？挂了，我也觉得吧。哎，对对对，那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哦，娃娃可以切出去一下。呜呼！传了。啊，传过来了。不要乱来！差点门黄了，我笑死了。有些笨蛋想当文豪，这么操！哦，恭喜猪这个号成功度解决了，并没有被演掉。芒果呢？真慢，没叫你跟着。风袭。所以杂技那个气球刀是怎么吃的？就是、我不知道，我当时已经跑了。就是很尴尬的吃啊。嗯。逆风腾天。
我跑得老快了，我看到芒果岛下面那一刻我是狂喜然后狂奔，我也不会好吧，一点留恋都没有，非常快乐，甚至不想救我是。哟呼，好久不见。卖唱的，就知道你又在喝酒，快把杯子放下来，认真一点，我们可是有重要的事要问你呢。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忘记了吗？现在是风花节期间哦，可不能随便找人帮忙呢。那你不要告诉我们答案，只要告诉是想要一些小小的暗示。留下这个预言的人非常厉害，如果能解开这个谜底，一定会有好事。等一下啊，猪，你给我说一下，为什么你这个号被禁言了？哦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他说了什么？反正我也没指望你能说出多少，你就继续。是那个，那个谁把我的号拿去那个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？哦，希望我没事啊。享受生活就很有事好吧，被编了七天，然后现在已经过了好久了。结束之后，是的，我看到他写的还有两天，然后我陷入沉思了。我也请你帮个忙吧。芒果是个 no 那个红蝶的人。又要快乐秀吉，我很快乐，我是秀吉机器人。不存在的话，不存在。砂糖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个？我想先听坏的那个。一般人不应该都选开心的那个吗？风说谜题是有这个，听上去不坏消息被我吃掉了。画家 OK， 都怪塞诺，要是不好笑就都怪塞诺。没关系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说回我刚才思考的问题，我想不存在的花一定是人工培育种，但这样的花与其说是不存在，不如说我在中场品种的变体。我在我至今都不知道怎么保存，是不是都不能被是这样存在？可谁能知道什么是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呢？这个命题中场大心跳又是什么呢？哦，帮帮帮帮！别再问了，我的脑袋要爆炸了。回到他在追我，追到独栋了。我假如在那个红蝶桥吧，或许会知道答案，但一上来就问他的话，相当于在考试的时候直接询问老师。那中场我分题啊，追求真理的意义。我还是想先自己思考。我好尴尬。会不会是风之花呢？哦，这么说有这种可能性。想想好了，风之花并不是一个被具体定义了的花朵，每个人都能自由决定心目中的风之花，也可以说真正的风之花并不存在，或许也是一个方向。我记下了。我头铁，真无语，我被他头铁起到了作用，说不好是天天欢。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前期准备，不如两天后我们再在这里碰面吧。真的很给。好呀好呀，我们也会帮着想想剩下三个谜题的答案。我就咱就。不过我们三个忙。你开了是吗？哦，没事没事。可以。哎，我地下室。欧米姐，你是懂帮吗？欧米姐，我能不救吗？为什么你救啊？有人在我脸上了，我抱住脸是谁？找机会告诉他的。怎么说？我要贴吗？我不救。没关系，救不救都无所谓，保平也行。那也辛苦你们了。哎呀，这太gay了吧！刚才我是想要去砸头，然后变成他过板了，早知道不犯贱了，真的会死。阿满应该来得及压好吧？我觉得应该可能，也许
我不知道。对，卡满拖了薄命时间差不多。芒果有薄命吗？我没有薄、他好像有画、他有画的话、我能出去的话我就可以。哎、可以打椅子哦，凶哦，好，很强大。我这边两排都九十了。 OK OK， 地窖在这里、你压死要你来想他。我要去天门。哎呦，他杀我来了 bro， I'm so 尴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只是给你压力一下。他说我应该差不多，我不说。反正我还有很多球，他连闪现距离都没有。我压好了，能开吗？能开就开吧，开吧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。喂，他有哇、哦，他有一刀斩，有一刀斩。Okay. 我带到甲门了。到约定的日子了，我们去跟砂糖会合吧。门开七十。什么？你这个墓地门吗？啊、对对对，我可以娃娃接过来接你，你在哪？没事没事，我扛过来扛过来。旅行者，那没事了。啊，我打了，我打完了，好难过。都可以都可以，看我也打了。刚才路过这边。让我们记得去找他。我你们走，你们能走吗？我其实也有。地窖哪？地窖哪？提纳里先生。地窖在墓地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在守门。他想来帮我们，就没跟他们。我有只笨蛋芒果在摸箱子。他追我来了，这个邦邦追我来了。啊，是的，芒果别摸了，别摸了，赶紧跑。地窖 ，bro。我能走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跑过去了，他们就走了。完了，我直接走门吧。这个邦邦看起来比较憨的样子。哦吼！哎呀，他巨尴尬！哎呦，真的巨尴尬呀！怎么回事？那则预言中所说的四个命题，是我操！我这波就玩很秀了。另外，我叫勉勉强强的夸一下龙果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分类。百般嫌弃哈。那么，先从我的话，对呀。砂糖可是研究过四倍大五对了，提纳里那我把提纳里先生也列入。接下来是第二组，好抽象啊，是指那种不会走还要能够为人指明方向，是说莫娜对吧？莫娜小姐的话，对，她看起来很自信，也能通过占卜为人指明。班尼特算不算？你想啊，先记下来吧。哦，我想到了。哦，他方向感很……安博小姐果然是一位。还有其他人选吗？让我想一想。阿贝多先生帮西风骑士团游击小队的米卡先生做，他还教过周围人测距法。我想，他应该不太迷路，也能为他人指明方向。那把他也列上吧。啊，等等，哦，你。不必心急。哦，克莱，抱歉，我们提前过来了。砂糖，什么？别紧张，我这就加入。讨论到一半，接下来是第三个命题。不一定吧。那凯亚姐，你也觉得不对吧？卖唱的啊，我比如丽莎小姐，她还会哄可丽小姐。确实算是撒，是我们太严格了。我觉得，啊，克莱应该不认识了。很久以前，他路过炼金铺，找我打听过阿贝多先生的事。我记得当时我问他，
是找阿贝多先生有事吗？他居然说对阿贝多先生这样的聪明人感到好奇，才来询问身为助手的他。当时的表情就像在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想问就问了，完全不掩饰目的。所以我想，罗莎莉亚看起来很会打架，是个惹不起的狠角色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撒谎的地方，如果是这样，我觉得塞诺先生也可以算进人选。对啊，塞诺看起来根本懒得撒谎，和罗莎莉亚的情况有点像哦。我再提名一个人，雷泽，他根本就学不会。我记下来，记下来。等等，还有一个，你是指他，其实，他还发过誓。蒂马乌，没错。他喜欢的人是谁啊？你认识吗？御姐，守夜人。我也还没见过呢。后天。只知道是一位林业女孩。蒂马乌斯说，他已经上了吧？说话很有趣，明天气质动人，长相也非常迷人。周三应该是。未禁用的。哦，他没笑。人格 OK， 很尴尬。说到这个，帮助蒂马乌斯追到心爱的女孩，也是我今年风花节的目标之一。可是，那太尴尬了吧？帮他一起，我懂我懂，这个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好用吗？那不就是白做了吗？哼，好吧，这家伙完全沉浸在爱情里，我们就相信他说的话，把他也写上好了。那么，最后是永不完结的传说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还有章鱼小丸子，你们会想到谁呢？乐事春日春季限定。图书管理员嘛，是最了解书本的人。传说什么的，说起传说，这好看啊，这个我会联想到儿童读物、绘本之类的。克莱怎么样？听说喜欢帅气的儿子。学习的时候看过很多儿童读物。刚刚那只太丑了，原来我也可以算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我记下来。我的话，好吧，好，那把小可丽也加上，这样就差全部都要是啊，好啊好啊，我还没问题，就这么办。目的，我在中场，谢谢小推，一起吧，我和克莱，我在中场中场。那你们这边就交给小木屋地下室和超可靠的砂糖了。我一定会帮上忙。Oh my god！ 怎么一下子就惊吓？我是厉害的克莱，你说你的监管在你这边，直接在我脸上了，哥弟。也马上出发。我吃了，他说在我身边，然后我直接他妈的在我心跳，在我脸上，我很尬。我还是个窥视者 ，That's crazy, bro。那或者啊，我刚才按球还按不出来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先跑了。丽莎小姐的老巢了，总觉得我错误的用了。没了，他又犯规失责了，你擦眼受不了了，太尴尬了吧？丽莎小姐，对呀、啊，请问什么下魔鬼吧？这人至少他不闪现猫头鹰。我以为我也走。砂糖，克莱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克莱，算我求求你。很震惊吧？他除了我，我没。原来丽莎小姐。什么样的预言？原来如此。不用急着给出答案的。砂糖信息。哎呀，来的路上想过了，这些问题看起来不着边际。你可以，选择修别的，或者来中场补也行。中场是本体。我打算在金牌旁立一个信箱，方便大家把想说的话写下来给到我们。不过也不用叫砂糖信箱了，我认为可以叫砂糖和克莱的信箱。屠夫走了，没有心跳了，那我直接扯了。派蒙的信箱。耶、yeah, ，那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溜啊，红蝶去哪里溜？去墓地溜呗，墓地溜呗，比口头交流可靠的多。的确，嗓门没地叫。说到撒不撒谎，那我赶不到墓地，我行。明白了，那等我们准备完毕，就把信投到你们的信箱里。麻烦你们了。
那我们先把这几位勾掉，接着去找其他人。嗯嗯，我记下来了。哇！我被抽刀了，我感觉我继续救吧，我夺命，小门五十。没想到能相处的这么好。OK， 那你小门吧。你觉不觉得？也克莱回到我啊，芒果救了，也行，那芒果去吧，芒果。啊，等一下谁去？等一下我本体去哪啊？这样。怎么说？你去修吧。那我跟芒果一起去吧。我跟芒果一起去，我挖再抽。找回年轻的感觉，很有意义，不是吗？我第一次遇到克莱的时候。他可不知道不会再拦我，芒果看能不能。现在不一样了。哎，别，你修你修你修。能痊愈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你要偷呢？你要修机啊？谁修小门？对啊，你为什么来偷啊？你修机啊？那小门，我操！你这个杂技在打什么呀？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不是我那边一碰开，我那边一碰开要好的。压好是吗？我对啊，你要压好，那也要有人压呀！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不是你是怎么说？你先别急。科莱和七圣召唤都很重要。天门吧，我要好的。所以你不说啊？是不行吗？行。好吧。怎么回事？我们确实担心科莱，他偷偷来过几次蒙德。开吧。心情却没有明显起色。不妨多给他些时间，我觉得。他或许能在砂糖的帮助下。没电了，在周上卡了，让你小门再点，小门五十。这是你身为砂糖指导者的自信吧？可以说70。提到这个，据说你们须弥学者会因为学术关系，可以来吧的社会关系。哎，别，天文，你再去哪？快挂我，还有三秒。之所以被称为学城，也是因为须弥的。哦 no， 有只笨蛋芒果。学术挂钩，在须弥。学术资源等于社会资源。哦 no， 芒果。甚至就连为了做学问构建家庭关系，感觉这么想暴揍屠夫。不过我们三个，不是那种以学术。笑死！不给机会好。是学术家庭的核心。我们几个的关系。真的会写？妈的，这些人好逼啊！怎么上来就抓我？我也有个妹妹，兄长保护妹妹是理所当然的。英勇牺牲不是？你们说的这些很开了，的确是修得很开心。家庭本就是社会关系的交汇点，为了共同目的构建。不过我是没看懂，他去更靠险。他挂了你之后，为什么他去找芒果？你们二位谁比较年长？他压根挂了我，过我去来救你，还是不聊这个，完全没管过我。从年龄上说，当然我是大哥了，他不愿意承认而已。你的心态更年轻，不行，我愿意承认自己是弟弟的瞬间。只有打牌抽到后手时，另一边就交给他俩了。希望他们一切顺利。我想啊，要不去公告板附近碰碰运气吧。白天应该有人会在那出没。这怎么了？芒果不想打了。哦，好吧。我们好狗的芒果，把我骗过来之后，人就跑了，一大斧头。哦，旅行者和派蒙，好久不见了，最近好吗？那肯定是芒果，真的是。小可爱们这么惊讶，是因为我吗？师傅 ，Oh no， 不在老地方。你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你是长在椅子上，你确定你是人吗？偶尔也要出来走走的嘛。今天正好米卡过来，那我们继续开吗？认识一下班尼特和雷子， uh-huh. 他们都常在。要吗？还是怎么说？互相也好有。我拉个人。嗯，你好，我是米卡。哦，冰雪现在好像 never mind。切，不用这么拘谨了。嗯，还没怎么玩。预言？什么预言？好的，坏的。哎呀，听上去很有意思呢。
你们的名单上甚至有我。冰雪去洗澡了，刚刚他说。相信自己。是这样的。对对，相信自己。班尼特是很厉害的冒险家。好，那我要不用现在就下完。有点。不会行，你们还要通知。那下一站就去摘，就算运气。是我辛苦。Oh no！ 我那天没去上 lecture， 竟然我看这些笨蛋东西，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看看我的笔记，啊，往这个方向。Chapter 阿哲。明白了，请。我等一下哦，再打大概，我也不知道。30分钟差不多，我可能就饭了。OK， 对我还没干完饭，不然食堂要关门了。很痛苦。Oh my god！ 九点在，食堂几点关啊？我这么晚了都还没关吗？他就只有一个还没关，有时候有个是11点才关，有时候他很早关，有些是8点半就关，有些7点多就关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你这学校怎么这么多食堂啊？没事吧？有事有大事哈。OK， 你好，不要那么隆重，不好吃好吗？就这么吃。可莉小姐，我已经无力吐槽了。是准备？不是啊，可莉在这么一说，在这里的除了我和柯莱，全是女性骑士呢。以前听说过，但亲眼看到这么年。柯莱姐姐是做什么的呢？我在道场见习，就是、哦、说是这么说。我简直、啊嗯、是啊，不行啊，什么样的景、啊、好有趣的预言，我完全猜不到答案呢。明白了，是需谢谢你，朋友之间别客气、啊、不用着急想，肯定会写的，有意思。猪最喜欢什么歌？想到什么就记住。你是喜欢日语歌吗？还是哪类？从哪？今天要从望风。英语吧。哦、对，我真的吗？竟然。比如？有什么好听的歌吗？好听的歌呀。Yes。让我看看。好吗，克莱？有迷雾一起。没有那么明显，只是能看出来你有心事，那就已经很明显了。哎，好看的、啊、这个我没用过。有烦恼可以说给我听，我愿意。Oh no， 猪，你这个号居然没有挂件，很难过。什么挂件？你居然没有帅气的儿子？哦，就是配那个今天是小红帽的那个挂件。在蒙德时，那个超帅的。不成熟，警戒心又重，对谁都不好。如果没有他，这个号我可能没法像今天这样站在这里。这个号就没有花过什么钱。正因如此， oh, no. 我才特别仰慕他。项目，可是这些年倒不如说，我柯莱，你愿不愿意听听我以前的事？再见，小芳。虽然我已经听说过这些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哦，对，哎呀，爱哭诡计，好恶心啊！我家女生，我也讨厌自己的性格，怪责我靠！啊，对不起，娃娃，这不是谁呀？他在追娃娃，救救我！不，没关系的，我。那我本体就在旁边，我希望他没看到，没想到他看到我本体了，没事。对我来说，能听到别人说心里话、哎、反而是一种认可，因为我你应该已经发现了，个先知跟 我的聊天水平不太高，又总是快叫你快走吧，话题里我叫他快走，我先来的 bro。 但前两天我跟你说炼金术的事，哦，你也没有嫌弃，他拉加速，现在你跟我说、哦、可以，反倒让我平衡了不少。说 YYD 也好，听你说刚才那些话之前，他没上学，你们楼下没上学吗？说到底，对啊，我说我让你也没插眼啊，我不知道他去干嘛了。自己的问题，我觉得我很有发言权。你说的那些感觉，我能明白。内向的人想。
他在追我，我在，我六岁睡姿。等下先知在看我呢，为什么先知没动？哎，等下先知，哦，不对，先知不在 DC 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哦哦，他好像追你去了，对，追我来了，追我来了，没事，哦，那不用管我，我大门机子，我要我娃娃自己摸自己，他怎么又追先知去了？我。嗯，旁边一度有趣哈。那个能来摸我吗？我们以前怎么先知道我脸上了？先说了，先说了，笑死了！他又追我来了，我。嗯。还在追我，还在追我。走了，走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我也还在追，走了走了，现在不追了。我米奇，他怎么修机被火拉到了？我米奇，怎么说猪舅还是哦可以，哎。对吧？我也会对着烧瓶说话的。下次有机会，一定要给你看我的四倍大种子天天花和四倍大种子风之花。我娃娃没啥掉了。四倍什么？哦，是我很厉害的作品。我觉得是你的话，我是或许可以欣赏。我在猜书，怎么突然间就开始抓我了呀？我真的是不讲武德呀！我只能说，我这边修不动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来来来，我摸一下摸一下。嗯，你在哪里？大门大门。OK， 我来。哦，你们摸吧，你们摸。我在废墟来找我摸吧，不如。OK， 我来了。我他妈在拆树，他火没有拉到那个先知，他直接来打我了。让他们俩坐一会儿吧。太对了。真的会，真恶心死了！我们拆个树嘛。完全不认识他的。哎，点错。你是懂点错的。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哦。你们来吧，我这边休息。啊，还是我要去吗？他。怎么说？我来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只有我是不够。你咋地？看能不能修完了这样的。哎呦，我真的走不动。可以 ，nice。传送。能不能摸我前方？他在你那里，你被通缉了，你在蹲在那里干什么 ？What the fuck? I'm confused, bro. Welcome back. How was it? I'm playing games, by the way. Okay.他们在吃饭。哎呀，我吐啊！我真的被这个炸鸡笑死了，他被人通缉了，然后啊，没有，他在人家面前蹲着。刚刚废墟不是有两台吗？我等下没事，是开了吗？已经。嗯，好的呢。我一直在吃饭。那你家呢？哦，很强的，我在这边看书。哎，死得好，好死，好死，我带不动。哎呦，给我贴纸，这个人，我，他不会觉得他很强吧？我，千万不要放手，求求你了。哎，阿嘎，你真的很大耶！他怎么 ？OK， 我这边80，85。我没关系，机械救一波吧。是马乌斯。鸟就是这是什么组合？压好了，这是什么组合？压好了是吧？对，看我来撞他，肯定要挂他了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哦、oh, ，OK， 开了，大门再点。OK。看你们气色，最近过得还不错对吧？对。怎么说都比趴在地上这位过得好。大门还想吗？我操！怎么被头铁了？我操！怎么被头铁了？他已经不管了啦。还敢说？不，我操！大门看好他头铁，我操！说不定已经受重伤甚至死了。杂技在哪？我要刷个啊！对对。我不小心说了，跟住。我有地上哎！我有地上哎！我的妈！哦。
猫咪姐，怎么他们都这么会？第一次给我们贴纸，真的还以为他很强呢，真是恶心啊！我的默认分没掉了。默认分？我刚刚想要摸一下猪，然后我不小心出门，非常难过。容易遇到危险，我想着小心些就没事了。实在抱歉，我知错了。听我说，风花姐属于渴望爱情的蒙德人，我是来追逐爱的。好吧，那罗莎莉亚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找个人少的地方躲清静，没想到随手救了个人。难怪水粘盘显示的结果不是百分百危险。啊，对了，旅行者和派蒙来摘星崖有什么事吗？是来碰运气的，今天要找很多人，我们到处跑呢。对了，刚好也要找你们几位。哎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准备好线索，投到信箱里就可以了。居然还有这种预言，更没想到我也有幸被列入参考对象。不过我谈恋爱的事大家都知道了。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，是为了给我心仪的女子送去最适合她的塞西利亚花。她打住，我们谁都没问，请你不要自说自话进入女朋友的话题。被看出来了。既然你们需要线索，身为天才摘星术士，去忙吧。那我们先回去跟大家会合啦。好的。刺眼的阳光，好烦人啊！这样一来。我们回来了，不过还是你们俩动作更快，辛苦了，话都带到我们早到一点，今天运气真好。没事没事，哇、旅行者和派蒙好好休息一下吧。砂糖真可靠。不过我现在饿得不行了。喂，是不是该请我吃饭了？我陪砂糖把多余的材料送还给店家，你们快去。现在解散也没问题，等一切准备妥当我们再。好。我要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真的很饿嘛，而且你也要吃的，又不是我吃独食。都准备好了吧？我们下午五点碰面去我家怎么样？当然，我带了酒和熏制火腿，你父母会喜欢的。我说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也该记住我家不吃火腿，只吃培根了吧？今天记得买牛奶回家。有空可以来我这里坐坐，再看风景。这都是什么？又不搬先知，要请我吃饭。哦，佣兵跟祭司。可惜呀，见你们之前才刚喝过酒。这份心意先保留吧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我是来给你们送好消息的，感谢我吧。什么好消息啊？看看就知道了。What? 是你们最需要的东西，预言的谜底哦。前往地图俯视的地点，就能找到你。我在，你别跳舞。不过嘛，我去那个什么，我不会擅自前往。I'm dead, bro. 中场，哦，你所见。
完了完了，死人了！哎呀，我这台机子我妈要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大家聚在一起开封才更有意义。他抓娃娃，哎、没了。哦 no， 朱尼尔，哦天啊，我本体在另一边，我一定要走着。我们以前怎么是蜡像师？哦 no， 没事了，娃娃要没掉了。是啊，妈，你刚说娃不会吃，你是懂娃不会吃的。他走了，不追我。嗯。我以为娃不会吃蜡像的。每次见到温迪，真的，我也想。水戒指他是不会吃，就是那我猪他应该还是追我吗？追我闪现好了，闪现好了，我娃在看戏，你快走。和你一样，我也是从别处来到蒙德的旅人。不要休剧再说了啊！欧米奇，不是，这是休剧正事啊！不要休剧正事，我发快走他不走。第一 bro 真的很尬呢。这就开了个一针，娃娃吃了一刀，他吃了两刀，对，三刀，四刀还有个娃呢，四刀吗？没有啊，也对，有个娃，哦对哦，没事，还有一个鸟啊，你不是没事，这个，欧米奇的闪现，欧米奇啊，对，很帅，好吧，不觉得吗？所以我想冒昧请求，假如你们找到了答案，能也告诉我一声吗？说你能去一下那个那个刷地窖那个不是地下室那边，我娃娃快没电了，可以摸一下你。我他妈就回了个消息，我的 fuck， 你没事吧？我还一直发了，我说快走，我还发了个快走，我走地窖，你个休休机真是，我只是微信，你找一下娃娃的，呜呼。想看看你真的是尬死我啦！我简直被你尬死啊！别，我去了。确实无愧于浪漫自由的名号。我真的简直是尬死了！我修不动，你来干嘛？不是，没事，无伤。他就是这样子，他是大演员。我去了。扣了个黄的，我再给你扛一刀，OK， 我。哎，别，猪别走，我娃娃没电了，你补一下那台机，他已经消失掉了。Oh, okay.对，我中场也是个小遗产呢。哇，这本来可以，我等下去补了。二位慢慢享受，愿你们拥有美好的一天。欧米奇，我的，对他的蜡红蜡是你不能够。我去了，我修不动。不知道他的故乡在哪。那我等一下去 OB 吧。嗯，可以。我原来不存在的话，啊，我被丢中。会不会找到永不迷失的指路者？为我找出不撒谎的忠诚之人，为我寻觅还有遗产吗？我中场的结束的传说，中场但还有中场。没想到在这看似自由的蒙德城里，居然也有您这样暗中跟随我的人。哼，也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，小姐。我闪现应该看好了，不过。没有什么办法，等下焦子起跑了。我后要不猪来摸一下我们？怎么说？可以，我来摸一下你，我摸一下你，他自己看了。行，那我先跑了。你要继续 OB 吗？还是最后一台在哪？我其实没得 OB 了，我只能替他死了。不是我最后一台。那个红蝶跳舞那边。跟我走，你再去呢？你跟我回来。哎呦，那个鸟对那个红蜡没。对呀、啊，但我也没办法了呀，我那个。你要继续在这里绕我，你不能去那个大空地啊！你这个窗户跟板子都没用过，你把那个你窗户穿过去，没事。没事，我这边在修。好的，我没了，这边没板了，我没了。我这边在修。到时间了。我继续留在这边了，我怕进地下室了。行。那个，我看一下我摸什么。哎，我可以救我摸好了之后我就。挂中场附近啊，没事了，哦，就旁边。我已经将他们整理分类好了。直接贴中场去了，就是。他杀我来了，快去贴救。那我也要把自己摸好，要是中场回来的话，我就死了。他暂时没有想回来的意思。我
哦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！啊，有心跳，有心跳，回来了，再回来了。哎，我要卡一下你，你修吧。嗯，对对对，你自己看着吧，我怕你那个蜡会太什么。要不压满吧？你看情况压满八十。对啊，肯定压满了，卡满。你修，你修，你修。地窖掌门。报进度，报进度。他不上来把我杀了，他是傻狗吧？95，95，95。对。压好了，压好了。哦、我在想我该、哦、我该怎么走。也好了也好了也好了，我去个贴门了。他可能想要等热辣了，我觉得。那你要不找叫火焰？我也觉得是。开吧开吧、啊、可以。我尽量拖吧，我拖到你们平吧。仙人来信了，嗯，看来又出现了新的别墅。嗯，可以，报够了，哇，这么痛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上来休息这是，李大叔了，这么痛，嗯哼，猪，表示痛苦样子。皮纳里先生认为不存在的花是个悖论。猪这集非常给力哈！要保留答案，见面详谈。没有强大的猪，可是这样子。我认为不存在的花是一台花朵形状的时钟。以下是关于绝不迷失的指路者的线索。莫娜小姐提出和我们一起去见证预言背后的秘密。班尼特先生建议我们去找菲谢尔、莫娜或旅行者。米卡先生没有太多线索，但他为提纳里师傅绘制了植物分布图，还给塞诺先生做了一张风龙出没的周期表。还有安博，他说他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指引者，而是大家的朋友。还是个国人，他应该是开心死了吧，看到他那个修机正事。塞诺先生没事，我们平了，不慌了，好了，虽然说是猪强行保下来的。最后是关于至少我后面拖去墓地，他板子都健全了，我还是拖了一小会儿。嗯，不然我就怕他传送，我要是死了太快了，我当时就是一下雨我就死命冲过去了。我只能说这个图如果是我，这个图完全就是看剧情啊，真的没有什么办法，被人拉上太危险。平派蒙的材质，我刚刚真的，他传送过来第一瞬间，我就是不能死地下室，赶紧让他。这把要是先知没有吃那个正色，我丢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赢哎。我觉得那大僵尸还可以，不是很强。主要是他当时还没开一些，还好。主要是你有球，你可以拉点，比较香。我和婴儿小姐的事情，我的话也还好吧。要是我用娃娃来拖的话，应该还是有三台。言归正传，所以是的，婴儿小姐的阅历和眼界都高于我。这可我昨天却从阿贝多先生那里听说，砂糖最近在为一个女孩子的梦想拼搏。当我去检查课题作业的时候，发现她还好心的把我那份活都做完了。我。非常愧疚，大家都在为他人奋斗，只有我满脑子想着自己。这样一个自私的人，又怎么能配得上婴儿小姐呢？蒂马乌斯，所以，我也要加入你们。可这样的话，婴儿小姐那边，你上个月就开始计划了吧？说是要请对方到蒙德来。我确实在信里提过。所以我给他寄了一份礼物，里面有我亲手摘的风之花和手写的信。我跟他说明了，眼下是不得不为之拼搏的状况。等处理完手上的事，我立刻去林月接他。礼物和信，总之 ，Oh my god， 雨女都出来了。诚意，而且我自己还算诚实，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没有撒过谎。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们当然不能让你的决心吧。那会是什么样子的监管？剩下的人选。我来点一下名，花，
指引者、传说，还有蒂马乌斯。哎，为什么只有这个哥哥被叫名字？肯定也想被叫名字。哈哈哈！哦，我错了，我差点没选角色，真的很尴尬。氛围也挺好，对吧？哦吼，这么说，吓得我自己也看了一眼，好吧。当然，我倒是还有一点点紧张。我也。喂，你刚刚的斗志都去。其实我懂，不过我们现在看预言的意哦，那个我们调查过了。哎，哇，不愧是你，总是有那么多门路，太厉害了。那就麻烦你带我们过去了。赶紧在小房。我在小木屋。哎，我在那个大房，不是大门啊！你等一下，就是哇，嘴乌鸦丢乌鸦那个，不是，他看到我了，没事，大门来追了，来追大门。电视在那个大房。嗯，那边被封了，终于。哎，我这个监管我不会 OB。把他当厂长 OB 就好，因为他如果盯着我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在旁边 OB。不好呀，切，我好像不应该这么拉点。对呀、啊，你尬住了，不尬住了。但是我去大房，这里没有。我不在大房地下室。仔细想想，体会到，我再绕一圈。没有提过制服之灯长什么样，我们会不会太草率了，旅行者？你在看纸条上，现在就让大方不惹我了。上线好了，上线好了。这不是什么都没事。将松鼠放到线，没事了，没关系，我要休息去了。快看，嘿嘿，好强的风场，我们上去看看。我带你。咱就在扫门扫房。挂大房那个角落。我要再说。他贴过去大门方向了。哦，没有，没事，他看到自己。我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在那个窗户？这边板子没了，然后板子都在。那我怎么说？我要怎么拖？啊，这个没有晕我，那他们很尴尬。是什么人造的呢？那这样子我不好拖，我怕我去了。以防万一，我把路线都记下来了。哎，你这个样子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真可怕。那我直接翻窗去了。你快翻，你快翻 ，bro！ 哎，不要不要不要翻！这个桌子好神奇，我拖去三把了。茶会一样。蒙德上方居然还藏着这样的地方。桌上有盏好漂亮的啊！大门记得补。哎，等下多修了吗？就是哦，没有。等下三板是信息对吧？三板别哦，完蛋了，好像可能地下室。没事，我救，地下室我救。嗯，行。那还差一台，那个人皇娃娃再修不用管。大门前锋的要补一下。我们只要按他说的来。嗯，我先修一台新的吧，都稍等一下。怎么了，阿贝多？猪还有多少球呢？很多很多。先查一遍再走。OK。各位，先让一让。我直接上去吗？嗯。你直接上来吧，不要。嗯，可以。这地方的风景可真好啊，让人完全没有紧张感。啊？对。阿贝多先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哎，可以。也行，一切正常。可是这样我不好拖，我只能在你就在这个地方，你就这一绕板区。哎，你到脸上了，就在这一绕板区，绕板区什么都不用做。说明我们需要坐上座椅来完成预言。好好看，这则预言允许试错。可是他闪现好了，问题是，你摸一下，一生一生找机会。哦，没事，将正确率最大的回答放到第二轮。我换一下去那边。很有道理，但为什么呢？不愧是阿贝多老师，这样一来，我们说不定就能弄明白它的运行原理。五十，原来是这样。最后一台，你不要下这五十没用啊，我们还差一台。啊，还有一台吗？莫娜怎么了吗？还差一台，没人赌啊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莫娜
姐姐肚子饿了，大门给你带了点心。我去补，我先去。我去，我去。但不是了，你先开，你先开，不要，我不要管。这太尬了，真的不会无比这东西，我真的简直被尬死了。哎，可以，他砸个板。好像有什么人一直在盯着我看。啊，那没事，不行不行。既然不是，主要是住倒了就可惜。嗯，等一下捡捡捡一下娃娃吧，娃娃还有四分一。难道是？我在补大门，在补大门。医生可能都去救一下，我这边80，直接切了，接下来第二十，25，我真的不会补，我不是说不会补，我是真的不会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没看懂他那个。95，医生直接加。我们一起验证猜想吧。可练好了，练好了。嗯，莫奈姐姐，医生问一下自己吧，要不？哎，朱星别出去还是怎么说？等他摸好，他来扛你。对对对，出去吧。啊，这也不是，不是，没必要啊，这样子啊，那没事。主夫加油！嗯，主夫等着，哎，天门去了，主夫。而且他去抓那个医生和打手。没事，没有没有，是吗？他乌鸦是丢了，是吗？医生在。也不，他在抓 doctor， 可能会飞了。你找到答案？传我，传我，传我！我的答案，他应该会有双传。这组杀包怎么样？我都是被指引的。我刚才沙包有一台，有一台那个60多。走到了现在所站的位置。哦，不是，所以是没补是吗？没补，没有补。还在追我，还在追。你还？我在这里报上自己的名字，是因为那要去另外一个门。我想成为指引他人的人。我卡着，我卡着，我在卡。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人帮助。可是我求多，如果抓我的话，我能跑哎。我要打。对，我已经在了，我已经在了，说了。前面有搏命吗？我大门大概30-40。肯定没搏命啊！第一个救的就是机械，还有搏命，那我是真的是牛呸！但我对自己的诚实有自信，也谢谢大家能给我这个认可自己的机会。好，没心跳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捞你进来的是他那个，他妈是瞎子。传说即为人的命运，有本事飞我好吧？哇，灯的四个面都。地窖在哪？没看到，不在门上，在六小门啊，没事 ，Oh no， 没事没事，他一刀斩了20秒，18秒，他还在挂大门，还是挂大门。克莱，能麻烦你站起来吗？98。好的。他往小门扔，然后走着往小门去。传了，传了。没刀斩了，没刀斩，没刀斩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换了人都能亮啊？不是说要回答观众的问题吗？为什么？没有，不会。没有一刀斩。我爹。没有一刀斩。这则预言。他那个物资为什么要卡？对，为什么要改变充值线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把我卡住了。神秘的预言，但它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古老机关，就只是一个小小的。It's awkward, bro. 十几岁了，该十几岁。我倒是没想到，你们真的能找到这个地方。这里竟然还有别人。要见面了，旅行者。你是？那天在猎鹿人跟我们打招呼的异国人。多亏各位，我才能跟着找到这个地方。幸好你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预言上，没空理会我这个小小。是吗？哎呀，寒暄就免了，你应该知道我是冲你来的。就因为你是一个来自异国的客人吗？我看到过你偷偷潜入荣光之风，原来你那么早就开始盯梢我了。要知道那可是2个星期前呀。我每天都上班，难免注意到你。好吧，那我也只能承认了。为什么？那不是真正的预言吗？别担心，虽然我来路不明值得怀疑，纸条上写的预言却是千真万确。怎么回事？将他留给我的人。我打完这局我就跑了，刚刚男友打电话。说过他的名号。可以。哦，你们要一起去吃东西是吧？那他刚考完试。没想到。看来那股力量真的是老太婆留下的，
原来您就是 B 的弟子。哦，祝你的骰子我帮你要了。我是 J 的继承人。OK。什么意思？这就要从古老的往事说起了。但那真的是该从我口中说出的故事吗？各位不惜破解预言来到这里，一定也很想知道这盏灯背后的秘密，对吧？灯已经亮起，接下来，请允许我叨扰您的安宁。哎，这东西怎么亮起来了？奇怪，灯那边的夫人，您能听到吧？啊，妈妈！啊，好多年轻的声音。夫人，我是这的继承人斯嘉丽。啊，嗯，许久不见。J 的继承人竟变得如此鲁莽，简直难以置信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为什么学老太婆说话？老太婆？这口气，难道你是莫娜？是谁居然模仿我师父？模仿又如何？对人类的描摹和学习本就是无意义的愚行。爱丽丝阿姨，我也在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学别人说话呀？啊，原来你们都在啊。没事了，大家好呀。爱丽丝女士，你为什么？毕竟这盏灯已经很多年没有亮起过了，人家一度以为是少女时代的好朋友发来的联络嘛。什么呀，突然那么娇羞。我确实记得我们把这盏灯委托给风神巴巴托斯管理了，看来各位找到了风神藏起的信物。哼，有点本事呢。你们该不会是在我心爱的茶会桌边吧？嗯，是一张很长的桌子。哎呀，居然居然，看来风神也默许了你们登上这里。这一切都是斯嘉丽小姐的功劳吗？等等，我都糊涂了，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集会是什么呀？夫人，这恐怕要劳烦您来讲解了，可以吗？各位不辞劳苦来到这里，是该得到一些报酬。那么，我会为你们送去一个古老的故事。你知道魔女会吧？听起来就是个秘密结社。他们曾胆大到挑战风神，风神却说不要比武，让我们唱歌弹琴，用诗来结束纷争。于是从那以后，魔女们只在以下这些地方举办会议：树林里、悬崖边，还有天上。带上故事与秘密到茶会上解决矛盾，魔女之间不争斗，茶叶和美味蛋糕会见证这一誓言。昨天我杀死了心爱的男人，他老了，变得那样厉害。唉，他很爱我，所以我背负起他的命运，结束他的痛苦。我养了一个儿子呢，许多个孩子。又是佣兵跟那个什么？还是佣兵跟先知啊？也算是当了母亲。哦，佣兵跟先知，哎，那不就是刚才的那个鸟嘴吗？我的寿命可没有你们长，将来能陪伴你们的会是我的故事书，啊，还能陪伴你们的孩子。哎，这个有意思，让我占卜一下。可别让预言影响了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啊，亲爱的姐妹们。再可怕的魔女也曾是小女孩，而女孩们大概要长大了吧，所以才把自己的烦恼说给风听。诸国交战也好，天崩地裂也罢，不论世界变成何种模样，魔女们的茶会永远将在这里举办。所以这里就是传说中魔女们开会的地方。是啊，我们老是在这里聚会聊天喝茶呢。那找到灯的人可以得到幸福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呀，我们砸进在角落。
没想到还真有这以外的人。我在月亮门呢，我在。哎，我是东厂。看到可以 open the door。Here we go。果然是你们一起写的。No， 天，我在两百多。阿贝多能忍住不揭穿我，就是最大的帮助了。如果是你，哦，雕刻家的大房，就该猜到几分了吧？大房倒也没那么快。大房去大房，妈们。绝不迷失的指路者。不撒谎的人，你们是永不完结的传说。四个词分别对应四位魔女。二十魔女中的一人离开团体，去与心爱之人共度余生。其他魔女便写下这份预言送到他手中，以示呼唤。不存在的花。啊，没事的，他不追我，没事。指向世界上不。啊，他张狂吗？这是代号。哦，没有，打了娃娃一次。哦。如果世上有谁能创造不存在的物种，恐怕就是他了。绝不迷失的指路者，则是来自代号 N 的妮可的寄语。你好，或许还不认识她，她是一位在乎方向的神奇女性。在座或许有幸运的人曾聆听过她的声音。只有当世界偶尔发生变动，她才会如先知般暗示人们真相。怎么说？谁救？比如，哦，等到我救吧。空在一个人脑海中说话。没有，我错了。假如有一天你们在某处遇到了危险，还没有险，我或许会有声音。指点你们方向哦。哦，晋升了。有这么多神秘的女人，还互相认识。不撒谎。啊，他不砸板，人家都已经晋升了，就一定要砸就。因为代号 A 的爱丽丝，我在旁边看书。诚心之人。至于永不完结的传说，哎呀，中场也在休息。哎呀，我呀，过去那边，过他的作品，那边休息了。看过野猪公主吗 ？OK。啊，蒙德的孩子应该都看过这套书。那也是我最喜欢的童话之一哦。M 女士是相当伟大的人类。娃娃那边应该快没电了。这样的人占一个母女头衔，我等下还要去补娃娃。越来越不对了，不可思议。哎，怎么都没电机了？但我能作证，这些都是真的。这也是人类，所以才会衰老。屠夫二阶了，为什么他砸不到他呀？他的称号给各位弟子。哦，没有二阶是。爱丽丝女士。他再死一次才认任何一代 G 的继承者，但我这代已经隔了数百年。我一直想见你，你也想成为魔女吗？不如说，我一直想知道魔女会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我这，我认为，我真不想多说了，我真不想多说了。你救吧，你救我，补一下娃娃。我发现娃娃已经没电了。还有其他普通人，嫌弃我了吗？我这边50，还有电机吗？不，调香第一台应该不多吧，应该倒没有吧，随便找一台。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一个 J 的继承者，但你不一样，你比他们有趣的多。向来凭兴趣做事的爱丽丝阿姨心动了吗？虽然不是现在，但只要一有时间，我就会去见你，斯嘉丽。我想请你给我讲讲 J 结婚后在家乡的故事。所以说，那你来修两百枪吧。进了预言性的魔女就是 J。什么？他结婚以后，你先别急，你修，你再修一台，我这边修不动了，我跟前夫 OB 我去，等下就。他一看就明白了，预言的四句话都是我们在对他倾诉。来见我们吧，在你走往幸福前，来和你最好的朋友、最重要的姐妹一同分享喜悦。没事，我去做。获得幸福的意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还可以撞一次。你救了他之后，实在不行，你先去摸个箱子。我在房间边。问这个问题的孩子，你应该给猪先摸个箱子。我们女人总是会有很多烦恼，遇见许多我还没看到，应该。但我们甘愿翻过山岭，越过海洋，赶去和最重要的朋友见面。不论相隔多久，不论路途何等遥远，只要是心爱的朋友，就会让我们快乐起来。60，在我们魔女眼里，这正是制服的含义。可莉，啊，真的有点吓人，我救了，救了。但可莉知道，魔女都是妈妈的朋友。我们两个都写了，走路。非要说的话，魔女会对我而言，就只是一群共度青春的女人而已了。好了，哦，没事。我给了他一个魔术棒。养好了。话就先说到这里吧。妈妈再见。嘟嘟可以跟妈妈说再见。找机会，要是能谈就，要不直接开了这个对。对。哦对，说起来，最近应该快到了吧？那个日子，又是风花节了呢，爱丽丝女士。又要门再点。纪念日。
哦，两边门都在变。应该记得很清楚吧？是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很久很久以前的今天，这里结婚了。真巧，直接走了，是这个爱与自由的节日。我先跑。啊啊！你们要在风花节玩得开心哦。那没事了，停吧，停吧。你为什么不是？你为什么会在？不是他倒那个板子，我可以砸下来的。不是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三跑就够了。就这样吧，猪，你球也不够，就算了吧。是不可能，有一刀的。他还是金身，他没有换过。对啊，我知道，没办法。还有你薄命已经用了，没办法，没用。那我先跑了，你们加油。Okay. 我把队长给你了。Okay.哎，姐，他为什么切不了？等一下，你们加油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要不要我这个情力资源来呀、oh, 你来吧，我车这个人在打什么东西啊，开门站吃气球刀来。哎，我刚才手机进水，我刚才在楼下的时候，他妈的那个就是我方向键一直在 working， 我情力资源来了好吧、oh, 我刚才想要撞球的时候，我那个方向盘也拉不过来，你们看到我一直在怼那个板子，我真的很尴尬耶。那 it's all better。我的键盘这样，我开局，我操，我开局的时候买方向键，我 fuck that fuck。哦，拉我，没事，哎呦，那个另外一个人是被吓跑了，你跑了吗？那我要换一个号啊。欧米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在 Chris 社会歌上面、啊，不是他不是被吓跑了，他是那个气跑了。哦，他去跟他男朋友吃饭了。我操！我把他保了这么久，保的这么……女士讲的故事很有意思。保那个四人开门站，你上来送个气球刀。欧米奇，他倒板子了，我以为能砸的。我的期望不太符合。不管他能不能砸，他带的是金身啊，他没有变过。我 like what are you doing, bro？ 欧米奇，别这么说，是又不是你的错。非要说的话，能不能不要那么演？那是把芒果都给演跑了。竟然把芒果都给演跑了，真的是。那个预言翻出来吧。不，我没有怪罪你们的意思啊，只是觉得结果没有想得好，我们似乎也没有取得什么东西。这个嘛，我想还是有的。哦，先不说这些了，蒂马乌斯，要不我和柯莱陪你一起去璃月向婴儿小姐道歉。他，你们三个抬头看看那边。嗯。哇，那是本人。婴儿小姐，不，我原本还想来兴师问罪的。你说你遇到了至关，打扰别人谈恋爱，真的。能看到蒂马乌斯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真为他高兴。比起他，倒是砂糖的心态更让我羡慕。你能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，全心全意地帮着我，也不求回报。虽然你说我们很像，可我觉得你比我更有魅力。怎么排那么久啊？但我也没有柯莱的毅力和勇气啊。我猜，所用的好品质总量相等。只是分布不同。我从来没去过须弥，也没结交过多少外国朋友，能认识你我就很开心。你哪不给我发我超 carry 的？以后再接触其他陌生人的时候，那就不多说了，好吧？意思吧，但这也没什么。你和我那么像，我也不多说了，好吧？才对，你要相信，你的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。我现在只能说其中一个人有点菜。会不会有点晚？
这么个爱丽西亚呀，在西利亚花的花期是什么时候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在书上看过，没有人不搬角色。这是我父母以前约会时对啊对啊话题，很意外。只能搬一个吧？哦，是不的时候聊这种东西。我妈妈还说起这件事，笑着说 ：“Oh my god， 手机端我就不玩佣兵了吧？”跟他约会还迟到过。可他还说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只要我们明白自己要去做一件好的事情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嗯、试试看吧，克莱。嗯。嗯，他俩真的有好多话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质感，特别甜啊，今年克莱小姐，听说你也在刻苦求。谢谢，我不知道啊，砂糖啊，对啊，当然。啊，刚才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幸福的云飞走了。哦，还好试管里还剩一点气体，我先珍藏了，等研究有了结果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哇，这是玻璃坏了吗？玻璃坏了吗？我肯定是懂的。看来是找到新笔友了。我们这个地图什么都没搬，再来个蜡像石，我们原地死光光了。用鼻子呼气交到的朋友。我在等缓急。嘎吉在等我们。我们虚拟人在蒙德的形象算是彻底完了。蜡像石来追我的。Oh my god, you see? 我刚才就是想要搬蜡像石的。哦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不走了。来了 ，bro。这份牌背。Yeah, 看 ID 抓人 ，he's right。医生在大房哎。我米奇怎么不搬这个东西啊？好恶心啊！Oh my god, you're like half dead. 能不能用红球分发技能啊？欧米奇，我只那样吧。这个地图太大了，你这样扣过去，人家不一定走上去。欧米奇 ，dead。这是赛诺本人的意愿。怎么这个太狗前锋才70%？他恐怕是想用这特殊的牌背与你决斗吧。我可是很……我现在又要过去了，哎，敢来挑战我吗？他好狂啊！我们一定要会。幸好我的机子开了，不然他都会分我机子。嗯，是这样的。稍等一下，我也有东西。咚咚咚咚。克莱也准备了礼物。我真的会写。谁来了？感谢。入乡随俗，准备。对啊，谁来了？谁来了 ？Which gay？ 我又走了。This gay。米奇，我有假妹 ，bro。等一会儿 ，bro。欧米奇。你很尴尬。Die somewhere。不过他没有用过技能，可能是晋升哎。欧米奇。地窖在这里。我们他来分我机子了，你们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他没分我机子。没有。到这儿了，就到这儿了。你这样子倒来倒去，搞得我感觉我要死了。Pro， 这是用虚弥蔷薇制成的书签，我在旅店偷偷做的，想送给安博提纳里师傅。哎呀，我拉球出去还是要死的，那他又就应该不是晋升了吧？哎，他来分我电机了，我真的无语了。60-70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。你知道吗？那我撞不了了呢。我们不是学术家庭，他都不跟我们一起写论文。不是学术家庭，怎么走？普通的兄弟姐妹也可以吧？哦，闪现 bro。哦，还有这些帕蒂沙兰的种子，送给蒙德的大家和。哦，我要吃到了。还有派蒙。没事。哇，我们也有份。他在喷我干嘛？他不追我了 ，bro。你追他去搞我呀！你追我。
这是医生奶奶克莱选择的风之花吧？我在，对，我在。你别摸了，快去救人吧！你休机。风之花的威力很大，是虚弥蔷薇。对，摸得很快，等等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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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蒙德的物种了，休机啊，休机啊！哎，你别拆那台，那台是新的，不是还差两台吗 ？Oh my god！ 你怎么醒起心机子啊？我是真的无语了，好吧？不是，你有不是、啊？看他有个遗产吗？快来，快来，别卡办。Oh my god！ 就在 Oh my god！ 受不了。你往你后面，你后面那个是我的遗产，又是不能开。啊，他救不了，对我救不了啊。OK， 赶紧攻，这把输了。那不是你为什么不过来呀、啊？嗯，就你刚才不用抢那个机子，他如果直接拦他，你来救我都可以的，不一定要他来救的。What the fuck？ 我快起来了。没事，压满。算了，卡一下吧，卡一把。对对对，卡吧，算了。快起来，我要起来了，你能过来吗？你起来，随便谁刺刀都可以。你要靠近，你要靠近。我有很多球，我要走了。你挂我，挂我。OK， 他走。早说，再救一波，再救一波。我再救一波，再救一波。不，我再救，再救。哎呀，就是我。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救救救救救。好了，养好了，养好了。开开开，开开。地窖在这里。追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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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我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拖进地下室，我把他拉进地下室里面。那你也太夸张了吧！要是不追我，不追我，传送就呼！哎，传我了，我死了。对不起。那他死了。我去，你这蜡都没吃，你传送那里有两个板子，你就这样死了吧？我没有东西，传过来直接死的。你们看另外一个门，我卡着。这里有地窖。嗯，你可以赶过来，其实。他在守我。这个地图很大，他这个地图很大，你可以赶过来。地窖在那个狮子楼。门开了，门开了，门要开了。啊！我要死了！你怎么卡的呀？为什么会发现啊？太神了！我操！我死了！哎，好傻逼！那我们也救不到啊！哦，我死了。Okay. 哎呀，我以为他走掉了。他过来，你跟我讲啊！我看。见他你就踩狗杂技，我撤吧。不是，我一直有心跳，什么时候走过呀？他刚才没有心跳，他进那个小他一直都小房那边了，我以为他走掉了。怎么可能没有心跳啊？一直都有心跳。你怎么不讲啊？我在那地方他没有心跳了呀。心跳，我。Jesus！ 那他是不是从小房出来，然后把我杀的？没有，他我就看你躲在板子后面，然后他直接喷你去了。对啊，因为他从小房出来的，本来是可以偷的。他传送都交了，直接走另外一个门不就好了吗？他一直在守啊，大不了卡中场地窖也行啊，没必要救的呀。我都已经我本来是这样想的，可是后来我以为他要瘫了，然后我就瘫了，真的很尴尬耶。你是懂以为的，你是懂以为的。米切，米切，我米切。都怪这个菜狗杂技啦，每天死那么快，你慢一点点死不行吗？然后我已经尽力了，这个地图没有任何东西，我只能靠球在那个二楼上面溜，我已经溜了两台，没办法了。那这个东西。That's gay。No， 主要是你开门杖你死太快了。对啊，开门杖他传过去那边的板子没有用过，你过去砸个板子，他踢个板子都不用死那么快吧？我没有任何道具，我怎么溜啊？他传过来直接出我没有让你溜，你那门后面就有板子，就有区域给你溜，你又不是被人家喷满的，你被人家喷满 OK 没事，你那边人家直接平地把你抓死了呀。我开地道现在溜这么久了，我一个道具都没有，我下来我直接被抽掉死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哎，我们不是说你有没有道具，我进不去那个板子，我又不是佣兵，我怎么可能能进得去那个板子啊？还真的不那像船那么快落地直接出刀，我能怎么办？多一点才便利，需要我吧？我懂了，是猪的问题。真的很干。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啊！不必心急。
哎，很累。Oh my god！ 那我突然感觉雕刻家好强。Hello Hello， 我怎么没能说话？不知道，可能被尬死了吧。来吧，舞女，好吧。医生跟不对，祭司不是医生跟先知，祭司跟先知。我在中场，Oh my god， 中场大心跳 Where come from？ 哦、oh, 杰克抓那个杂技、okay. 哇，爱德华那个皮肤诶，感觉很强的样子。OK。帮我看一下闪现。还有十三秒。闪现还有十秒。疼疼疼！是哪里来的？掉哪？不是那个电视。闪现好了。不知道，不在大房。Who is that？ 不追我了。不追了，不可能吧 ？Oh my god， 砸车！对啊，我说的不追了。砸车 ！Oh my god！ 话说 ，dead。在原地是不会有好事发生的。站站着别动，站你别动就走。往哪里走都一样了。医生想要的话，可以来个海边溜。他的那个小船那里，他刚才误人空了呀。嗯。我怎么修这么慢，受不了了。
咖啡遗产在小木屋。我一会儿去补，没事。哦，那我开心台。哦，我去补呀。哦，我开心台。哇，他好菜呀、啊！我这他误认空了吧？啊、哦，来这里，来这里，我帮你发音乐盒。能来得了吗？他往另外一边走了。OK。另外一边。那算了，我去开心台子。哎呦，我都看不见他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撞到他的。Oh my god！ 你刚才吃什么？不是个磁体吗？我都不知道我撞了个什么。你刚才吃了个误认，我刚才看到他打到你，他妈连个插刀都没有。要你妈！我真的很尴尬，我刚才是看不见他，我都不知道我撞到哪里去，然后我以为我是撞到身体了。我去。这个误认 ，you stupid！ Bro, that's awkward。You ate a 误认 ，Jesus! What the fuck is he doing? 我可以留下这个摇下来。OK， 他要金身解他那个东西。Oh my god！ 没有，金身解不了的，金身解不了的。Yo, he's stupid. I'm a human. 他是懂金身的。Stupid, what the fuck？ 修机，你修机，我这边看到你关机了。差一台机，这台机在哪？我直接看到是的，有遗产吗？你现在会误认呢？哦，他算了。你那样子会是误认的。我去大船。我们看看能不能到。双十一遗产啊！你过来七宝吧，在那个大船这边。OK， 我来了。完了，他可能哦，没有他，完了，他死了，他可能死了。我没钱，那我去休息。算了，没事了。哎，不对，前夫呢？我跟咖喱共，前夫干修机，咖喱共没有人，你们没有人修机的话，那这机子没人开啊！我要修啊！但是没人，别的人保护。你可以修啊，他金身啊。嗯，对啊，他金身交过了呀。修啊！你是懂修机的。班尼冒险团出发！来抓我了！咖喱共，前夫天门。哦，我没想到我他妈过来。天门去，天门去。多大仇！我操！也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多大仇？我扛了一刀，他过来追我，气死！也好了。对啊，我说你突然死了，我以为你白给人了，但是给。No, bro. Like he just come chase me. 开。俗话说，等在原地是不会。Oh my god， 开好慢啊 ！Oh my god， 这个机子开的老年机吧？往哪里走都一样了。地窖在哪里啊？地窖在双十一。哦，双十一。又不到双十一，好的。如果你死，算了，别死了。疼！你死，你想 ，OK， 我帮你撞，然后他金身把我杀了之后，你把他，你们两个人走吧。快走，我能跑地窖，快走。一，走了。真的可以走地窖吗？别骗人哦！十五米就。Oh my god！ 没事了。双十一，你个小船。You make me cry, bro。不如在周围找找看吧，说不定有宝藏。我们居然没有四跑这个人，我简直是泪都流下来了。你说有个猜狗前锋不好评价。No, that's not my fur. Brother, you 吃个实体我都能走，你吃了个误认，我就是看，我就是那个拉球过来想要帮，就是 troll, bro. 不是吧？我你先别叫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就是 troll。你他妈中了多少码了？气球刀我都不想说了，好吧？真的是什么菜狗都不知道，叫，死的也是你，你也是你带给这个，好吧？就是欧米奇，他不追我能怎么办？我很尴尬呀。那你带给人家，人家肯定不追呀、啊。一个杂技有球跟跟医生有个针，那肯定是抓那个针啊。我半血 ，like I'm dead。死掉。只能说菜狗前锋 skill issue 好吧。
累的累的，怪不得芒果会走。我这么久没打人类了，都打得还行。我告诉你，还有一把是这个样子的，最后两台机子，娃娃有一台，然后杂技手上有一台芒果来救，然后屠夫追出去就是出去拦芒果，可是还是能救的。然后杂技不修自己的机，说要过来偷。我说 OK， 没事的，没那他那就他那台机子，我那机子压好了，不是一样的呀，一样的呀，我给你。然后他。把自己的机子开掉，我不要叫我 troll， 我简直是差点人。就是 troll， 不要狗叫。我如果下以屠夫打的就是我，把我给放掉的话，那张把又没了。这个杂技真的是，这可以把人气死的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一直讲了说芒果要救，芒果要救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就讲了100遍叫他不要来，他还是要来。哎，最后一把末班车的感觉。于姐，记得打元神哦，不要直接走了。不要打了，不要让他打了。我命切。Oh my god， 当什么记录员啊，真的难过。 better than 同伴。OK， 我喜欢下雪。你先别急，雪后的世界很安静，无人来扰我清梦。哎，我记得我有紫皮的，哦，没有，是。哪个是？老切一个，我在小木屋外面。女人像，我在医院。小丑，小丑。Oh my god, ugly dog. Oh my god, 幸好我选魔术师，多聪明啊！小丑杀我来了 ，I'm dead。你在哪里啊？女人像。既然手枪，那我去废墟。我可以为你吹奏一曲。Oh my god。对，张狂登登他 dead bro， 你先别狗叫。哦，这个东西我也不会 ob bro。封窗的小丑是什么玩意儿 ？Oh my god， 可能是传送小丑吧？哎，他可能没有张狂 ，you can cry bro。Oh my god， I'm dead， I don't want to say nothing bro。打下好了，打下好了。欧米奇闪现 ，maybe 他没有闪现。OK， 无限
哦，平安夜不抽死了。怎么菜狗成功才40%呀？我感觉每局抓的都是杂技，对杂技要不要带？而且他这个直接出来压我，我真的是尬住了。我来，他说你进，你来。还没看到，看到了，操！那我还用吗？你要撞他吗？我。你无伤刀万根可以的，哎呦！如果有闪现的话，我就自负了。我他妈！不是他这个句子直接过板，我怎么弄啊？不知道，我不能理解。刚刚我竟然吃鸡，这都可以吃鸡，不好理解。你居然一个魔术师用魔术棒吃那个什么了 ？That's crazy！ 呀， yeah， 我还他会预判一下的，然后往旁边走。我想他是往这样有垃圾的，很无语。那 I'm dead, bro. OK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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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ly 一条线是 can save, bro. No, who save 塔 ？Who save 塔 ？I can save 兔兔。我没有吃句子。Hello? 哇塞！晴空万里。哎呀，我差点自己了，帮我们。真让人心情愉快。你窗翻出来，我帮你撞。人呢？在二楼六呗。什么东西？这样子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跟他拉距离啊？他是个小丑，你出来，我帮你撞才能够溜啊。我刚刚翻窗的，我刚没有翻窗，我刚走的板子呗。快走！你不要拉我，不要把我害死了！快走 ，bro， 我你他最后看到的就是那里 ，you dead bro，no joking。Oh my god， 来我这儿了。OK， 我收集去了。我这砸板直接被他给干掉了，这夸张了吧？他不会不管你了吧？我操！他不管我，他可能觉得我自己了。Oh my god， 他来抓我啦！没有，他抓鱼。哦，鱼怎么在我这儿？没有鱼破响，鱼破响了，对，你也没发出响水来。鱼要可能要死了，他这里又不动，除非有飞轮。他那里没板子，他没飞轮。有板子，有板子，但是呢，这个板子是个短板，一个拉地的石。这期还要多久啊？你这样子的话，遇到他这个人，可以。你怎么这样子走的 ？Oh my god！ 今天没打到。Oh my god！ 你走。他抓你吗？挂你吗？肯定挂我呀！不可能不挂我。欧米茄，我死了，我没魔术棒。救的有钱，肯定是搞我呀！我没有自己。我没魔术棒了，我要死。We all dying, bro！ 这杂剧 die die so fast。很方便躲藏。没办法。没办法，蒙面鞋这拉锯好快呀、啊！他装了两个句子，哦不，他装了三个。OK， 要知道了，快砍刀啊！你要帮 ，OK， 没事了。那你可能哦，你有球，把挑下去。我有壁纸，我有钻头的。我去摸箱子，哦，那边有个护腕，就拿护腕。
要不你修吧，我还有一个护腕，我说不能救。那我要去修上那个技能，女神像跟那个两板一窗。OK。这把真的简直是折磨呀！我这。跟小丑打肯定赢吗？他到我这了、哎。这么快就到这了？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啊。刚五点多钟，刚六点，什么七点了？哦，才刚七点了。What？ 你是懂你有个护腕的。这为什么拉这么久的呀？是。你感觉这镜子很残呐、啊？投了吧，你别试了。我了，我们被一个小丑医院干碎了耶！Like what the fuck? Yeah， 这太尴尬了吧！五阶小丑把我们干碎了，我不想多说了 ，bro。我也不想多说了 ，bro。Why so funny? Who's making all this joke? Yahoo。行动了，我给你讲那个什么 Star Ring。 OK， 这个 Star Ring 直接闭麦了，他可能被砸，对，我差点说被砸机干什么，小丑干碎，对不对？那个这个我们怎么两个一起发这种奇奇怪怪的表情包修真是越来越gay了。哎，我可以把猪也这样子吗？还真的可以啊。
嘿，被38圣女的小手干碎了。对啊，这毕竟说这个含金量很大。我很尴尬。我这好尴尬呀！这我刚开始我以为他很强哎，因为他句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板子下去了都是吃了句子。然后板子也砸不到他，就是直接就死掉的那种。他运气真的好。你不给运气的。只能说巨尴尬，真的巨尴尬。38圣女，他的小丑也是38圣女。Oh my god, let go.气死我了。Thank you.
哎，行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
发了。该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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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了。
该出发了。该出发了。该出发了。出发了。既然手边有树叶，我可以为你吹奏一曲。该出发了。该出发了。
Bro, what the fuck? I'm dying. What am I doing, bro? 该出发了。 欧米奇 ，Hello， 来了。欧米奇，没人看，尴尬。OK， 你是懂睡觉的。 打几把游戏吧。怎么又打游戏啊？我们想带了。啊 ，what？OK， 那就浅浅的打一下吧。